恐慌。我只是说狼藉，我踩，我刚踩等一下。没事啦，因为如果吼撞到树，你们东西也容易坏掉。那其实去空旷，其实也玩起来比较自在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他是哪里来的？收起来了。你先收起来了，你先收起来。啊，不过也下雨。下雨了。